卧槽，居然真的是尊吉加特林，您不是第一次来我们西方吗？怎么会有这种至宝？哦，这是我爹爹给我的呀，而且像这种加特林我还有一千挺呢。这话一出，马可波罗顿时一口老血喷了出来，只觉得脑袋一阵眩晕，整个人险些摔倒在地。Oh my god！ 一千挺，你居然有一千挺加特林？没错，而且我还打算收罗一些小弟，组建一支加特林大军，横扫西方呢。所以我需要你帮我做10亿发子弹。放心，只要你干得好，也许我还能送你一把哟。听到这话，马可波罗顿时激动到上下两头气气充血。只要这一件事成了，他不仅能将家族从危机中拯救出来，更能拥有自己心心念念的加特林。小姐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只要我帮你做出子弹，您就给我一挺加特林？当然是真的，我楚灵儿从不骗人。那这些极品灵晶你先拿着，不够你再找我要。小姐放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随后马可波罗便召集工匠开始打造子弹，最终在给一众工匠掌心10000中品的时候，原本计划半个月的工期居然3天就全部完成。小姐您看，你要的子弹我全做好了，幸不辱命。厉害啊，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，你刚开始不是说要半个月吗？哈哈，没有什么是涨工资不能解决的，民间有句话说得好，打工人打工魂，打工虽是人上人，但是只要钱到位，他们就可以不当人。嗯，小伙子很不错，我很看好你哦。对了，今日是你决战的日子吧，这个送你了。另外我这有件尊级的防御装备，你也穿上吧。说着楚灵儿又拿出一件尊级的长袍丢给对方，看着手里的装备，马可波罗浑身一颤，感激的泪水狂涌而出。多谢小姐赏赐。嗨，不用谢，这是你应得的，你好好打，将那对狗男女给轰成筛子。你们说马可波罗这次还能赢吗？赢？怎么可能，人家亚伦桑少族长可都先王巅峰了，他拿什么打？而且他到现在都没出现，说不定早就收拾东西逃跑了。呵呵，美然，看来你那未婚夫似乎很没种啊。他有没有种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你挺有种，只要你杀了他夺回婚约，今后我可就是你的人了。马可修，还剩最后3分钟时间了，你们这位新族长不会是被我吓得不敢来了吧？你亚伦桑算个什么东西，也值得本族长怯战？呵呵，我还以为你怕死不敢来了呢，不过你放心，今日我不会杀你，我会将你活捉打残，然后让你看着你的未婚妻是如何成为我的女人的。哎，我真搞不懂，你捡了我的破鞋居然还得意上了，不嫌丢人吗？要知道他让你嗨皮的地方可都被我留下过痕迹啊。这么一想，你觉得那些地方还香吗？听到这话，亚伦桑气坏了，本想借凯瑟琳打乱对方心境，没想到自己先乱了。贵宾席上的凯瑟琳同样愤怒到不行，朝亚伦桑吼：杀了他，给我撕了他的嘴。你闭嘴，两张都给老子闭起来，男人之间的决斗有你插嘴的余地吗？恶心的牛仔，我会让你后悔你今日前来应战。什么？居然是灵爆冲锋枪，这可是先王级别的武器啊，据说一秒钟之内就能做到5发连开，看来族长这次怕是凶多吉少了。杰，拿出你引以为傲的左轮吧，看我如何将你打成筛子。哼，不是我吹牛逼，我就算站在这让你打，你又能奈我何？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亚伦桑气炸了，旋即对着马可波罗就是一阵狂轰乱炸，而马可波罗还真的不闪不避，任由对方轰炸。一梭子子弹打完，擂台上也炸起了漫天尘埃，而台下众人也是唏嘘不已，面对如此级别的扫射，恐怕马可波罗也已被轰成了渣渣。马可波罗，你不是第一天才吗？如今还不是被老子轻松拿捏，今后你的女人我会好好照顾，而你这第一天才的名誉也将属于我亚伦桑。我说你没吃早饭吗？能不能用点力打？我操！怎么可能，你怎么可能会没事？马可波罗没有说话，只是伸手将身上的牛仔服一把扯掉，露出了里面的长袍。众人定睛一看，瞬间不敢置信地惊呼了起来。我操！仙尊境界的防御至宝，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东方有句话叫来而不往非礼也，现在该我打你了吧。我操！又是仙尊级别的装备，还是加特林，
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恐怖之物？你以为只有你有背景吗？老子也有，而且我的背景比你大多了。现在去死吧。大长老，我们家啥时有的仙尊宝贝？是老家主留下来的吗？我如果说这不是我马可家的，你们信吗？或许可能是这小子在外面得到的也不一定啊。什么？不是老家主给的？难道还是那小丫头给的不成？多谢小姐将马可家于水深火热之中挽救出来，从今往后小的愿为小姐鞍前马后，万死不辞。对了，小姐，您的尊级袍子。嗨，既然你愿意给我打工，那这袍子就当员工服送你了，以后你就是我靠山宗之人喽。看到这一幕，在场众人都是瞠目结舌，一个个不敢置信地看着楚灵儿。没想到马可家背后的巨佬竟然是这样一个可可爱的东方丫头。卧槽，尊级的袍子当员工服赠与下人，就究竟是哪里来的神豪？敢问这位尊贵的小姐，您还需要仆人吗？我家祖上三代为仆，专业对口，绝对是当牛做马的最佳选择。马可家主，灵儿小姐，还请几位随我去城主府一趟，城主有大事相商。怎么打了小的来了老的？我将亚伦桑杀了，如今城主是要为他新收的学生报仇？哎，二位别误会，城主大人他桃李满天下，死掉一个学生是不会在意的，大人只是单纯的想请二位前去府上做客。小姐怎么样，要不要去看看？去吧，反正我想走谁也留不住，若是城主不讲规矩，欲对我们不利，我倒是乐意干一把老本行。